由诗瑾近期加入八点档天道阵容，时隔半年的回归引发期待。然而他在休息期间开始了冻卵疗程，没想到刚开始打第一支针，四个小时后就接到天道的出演邀约。由诗瑾在手术完成后便开始马不停蹄的投入拍摄，但是为了准备取卵，从而变胖5公斤。在开拍时因身体还未恢复，很担心上镜状态不好，因此即使很晚下班回到家也都会坚持看完每一支影片、每一篇文章，甚至是每一则留言。由诗瑾有些自责到自身状态非常不好，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。不过他也对观众承诺会快速调整好状态，展现最好的一面，引来不少网友留言鼓励他，认为他已经很棒了，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。